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南投埔里的好米鹿屿松露营区。他是那个川中岛的同一个老板开的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这是他们新开的营区，然后我们刚进来营区，发现他的营区非常大。对，就是团露的那一种啊。对，就跟川中岛一样，看起来就是很适合团露。而且，我有讲出关键字了。右边比较快一点点，右边啊，他刹车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网路宿的路啦。我们今天要去好米Bear露营村，完全不是好米露营松露营区，到底？哇、哦，这看起来很新呢，哦。因为地没有什么人开过的感觉。哇塞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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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现在来到侏罗纪的感觉。有，我喜欢这个进场。对啊，好有迎宾感哦。好有哦。哎，立马来跟大家吐一下桂花区。右边这边桂花区，大家可以容纳30丈，整个营区它可以容纳180丈。已经做功课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然后他总共种了超过1000棵的松。哇，落雨松，这边是他们的卫浴哈，然后旁边一个跳床，耶，然后冷藏冷冻冰箱在这，洗手间也很干净哦，很新很新。然后它的坡道上面一样有铺水。发现我们这附近有一些蚂蚁，然后我们就跟银主说，银主来帮我们撒了一些蚂蚁药。有一只蜜蜂又来找你了。找你吧。找你啊，招蜂引蝶。今天打算睡车上，后门开了，前门还没开。没有啊，这都还没。不要抓屁股。今天很特别，我们就是用车路的方式，再搭配一个观星石当成客厅帐，其实也蛮方便的。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因为我们有问过营主，就是哪一个区域是可以搭车路。我们现在目测，只要我们只有3张。啊。对啊，跟我们说，随便搭，我们搭哪里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要车路的方式，就是不要开得太近来。如果之后大家来是要车路的话，就再询问一下营主。好热哦，每次到端午节就是这样。你看我的手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有念书的。那大猪小猪落一盘好像是在讲眼泪啊，美妙的音乐吧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把它布置好。对。自从啊，我们上一次车路之后嘛，我就发现到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，我们的冷气是用哪一台？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台，因为我觉得这台更适合车路用。这台就是山水的极冷先锋手提冷气。这次有几个点，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惊艳。第一个就是肉眼可见的，它的体积超级小，不止体积超级小，它是市售的体积最小。重点啊，它还高达2000 BTU， 这个体积可以达到2000 BTU， 很厉害喽。代表它就是有压缩机的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它是用 R290， 它是一种环保冷媒。环保冷媒的意思是说它不会，对，没错，造成温室效应吗？没错，它不会破坏臭氧层，所以不会造成温室效应，这是认真的。我们实测之后发现，不管是在车内或者是在室温，那当然这个前提都是说我们有做好一定的物理隔热啦。对对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它的制冷效果是比我预期的好上不少。这个大小，然后有这个冷度，其实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是送风而已。对对，我有点不太相信。我特别跟山水说，我们一定要试用过一段时间，如果它确实有制冷效果的话，你们才看得到。其实啊，昨天晚上有一度睡到有点冷。对对 对，有点就是要盖被子一下。它这一台耗电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夸张的一个重大突破。功率啊，200以内，而且它最高瞬间的瓦数我们实测它大概到330左右。对对对，之后就一直稳定在可能200出200以内，你不用担心会让营区跳电啊，简单来讲不用担心被延上。再来啊，我们来看它的操作，它的操作真的是有够极度简单。它完全防呆啊，完全防呆，开关，对，大小就这样没了，风量大小就是一格两格。最贴心的，它还有一个照明的功能，就是还有两段的照明。有冲，你赶快打开看。它机身呢有防倾倒功能，会自动关机。对，过热的话一样会帮你关机。对，所以就是超级放心。它的这些保护机制都有。体积这么小，它重量只有10公斤而已。对，十公斤是一个大概用手指头可以举起来的概念、喔。太夸张了吧？举起来，太夸张。但是就是女生体都是非常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很棒的用处，就是就算你是处于开放环境中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冷气风扇在使用。我们实测过是真的可以的，厉害厉害，对，是真的可以，厉害了我的哥山水。还有它这次颜色也做得蛮漂亮的，另外它使用 ABS 的机身材质，所以我们在户外使用的时候啊，比较不用担心去撞坏碰坏，而且它还符合 IP X2 的防水等级跟防尘系数。那这台冷气在声音的部分呢，是有声音的，官方的数据啊是65分贝，大概就是低声交谈的那个音量，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低频，大家都把它当白噪音了。我们实测的情况下呢，就是我们在车子外面放着而已，而且是透过管线对着里面吹。对，我不是密闭空间，我车尾是拉起来，半个车门是开着的。就是管线的长度还是会影响到它的风量。如果你有小循环扇搭配一下的话，它的循环效果会更好，冷房效果会更好。只要你物理隔热有做好的情况下呢，基本上你是要睡午觉也行，然后晚上睡觉也非常的舒服。不管你是单人或者是双人，或者是一个小家庭出去，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啦。我们一样把它资讯放在说明栏里面，那还有我们的折扣吧，那一样就提供给大家咯。以上以上。我在关注穿着，大家都知道它这边有磁吸，所以这每一片哦，磁吸太厚吗？它炸啊，有规则转。那时候我在 V 吧的时候，看到浪哥他在那边这样子敲啊敲啊拉一片一片，我想说哎呦，它看起来很顺，好像在叠牌一样。对，是为什么？哦，原来它有磁吸啊，所以它很容易就弄成一叠很规则型的，很疗愈，你知道吗？这可以玩天呢。这很像那个蓝令牌，来拖出去斩啦！杀！感觉怎么样？什么的感觉？端午节来露营的感觉，热啊！去年端午节依旧是这么热，今年也是一样。没有到太阳直晒，但就是闷闷热热的，没什么风的感觉。对，哎，说到这个风就来了，老天爷真的很爱这样打我们脸。我们帐篷漏水了。刚刚我们还没上顶部呢，就突然下雨，然后我们就忘记，我们讲赶快关窗，赶快关窗，就是顶部还没上。家里漏水了，要抓漏。突然呢、欸，我还存着侥幸心态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不用啦，应该不用啦。对啊，看漏起来，漏起来。傻眼！哎呀，那边也有。
对啊，到处都在滴雨。我们还是会干燥撤收的，能不信你们就把它看完，我们也会干燥撤收的。不然现在雨真的是有点大，刚那一阵下来。先把我的纱窗天窗给擦一下，因为刚积太多水。先抓漏一下。所以各位所长啊，布要随时带着好不好？你下雨光把那个天窗拉起来没有用，顶部还是要下去的。它那个天色有点不对的时候，就要赶快把它处理。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，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个蛮大的空间客厅可以用。对呀，又睡在车上，所以我不用担心，有可能产生的什么淹水啊、排水的问题。现在就是一脸尴尬，因为这个雨感觉它就是不会很大，但是会持续很久。发现里面这边有点淹水了呢，你们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这边有高低不平，然后低的地方已经开始有点积水淹水了，那我们赶快把它增加一下，铺个垫子。雨天露营的话，经验值会上升。你要去呢啊？难怪达哥是达人。你们就是要怪我头上，对不对？他这边厕所男生也是很新哎，很新哎，你看，很棒。他竟然室内的，因为大部分大家知道那个露营区的男生厕所都是在外面的，有的遮都算很给面子了。他这边可以一边洗澡，然后一边上厕所。洗澡要20个小朋友才填的吧？夸张哎，你看这边有多大一股，一面镜子，然后吹头发，这个，这啊没有插电。还行还行，历劫归来。哎、欸，他们的厕所很大哎、欸，他连那个主干道上面都会有点积水，这样。对，而且我刚发现他的那个水慢慢从土里面冒上来了，这是已经喝饱了的概念吗？对，可是也还好，现在雨停了。哦，这边积水有点多，好像那个哦，就是叫卖的哦，烤鸡。烤鸡冰棒之类的，挂包，然后应该讲错，割包，三个冷藏，一个冷冻。你看哦，这里有个步道哦，然后上去应该就是另外一区，因为啊，大家就要走下来这边，然后去玩水，那个有没有那种即视感？哦，有呢，所以那个土是要滑草。不是吧，这么陡。你说其实蛮可以期待的未来，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没弄好嘛。例如说割包啊，但是要吃冰棒这边有，应该是从传统岛那边拿过来。啊，这边又开始下雨的概念。对啊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是睡车上，在车上都觉得很chill，下去有地上又是积水又是下雨，好烦哦，怎么不想下去？上来了就不想下去了。躺这样子，然后透过天窗看外面的这个松树风景啊，还有很多水滴，现在顿时就觉得很疗愈，又不觉得烦了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，我这么少？哎，你们看，我们有下午茶、水饺，在车上吃，感觉真好。哈哈，真的上次后都没有下来过。那收账的时候呢？哎、欸，我们拿吃完水饺去跟遗嘱领冰棒。冰棒！遗嘱说端午节有送4只冰棒，一帐送四只。对，你们在看嘛？你在看人家搭帐篷。有一种疗愈的感觉。真的、哦，看人家在姑姑草店啊，然后在那边甩那个水。在看好戏一样哎。希望下次不要下雨。不会啦，我们一定可以干燥厕所的。因为我们是太阳神，我们来选冰棒吧。
我上次看萌萌他们在吃冰棒。真的假的？科尔必斯加草莓。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這個、好可爱哦、喔！还有西瓜要吗？我要吃。哎、欸，他们对，这是自己做的吗？我们跟外面的人。对，可是、哦、就是别人自己做的，别人的手工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遇到银主了，然后来询问银主两个小问题。对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银主以你自身的角度，然后来我们淘米落雨松，最推荐哪一区？最推荐，如果有带小朋友，我是最推荐 B 区，离水池很近，然后弹跳场在旁边。哦。然后小朋友家长就像这样子搭帐，就直接可以看到小孩子在玩水的时候，不用不用站在旁边的。对 ，B 区。对，那 B 区可以容纳。B 区的话，前面这里是可以大概六丈，全部整区的话大概可以27丈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句话给未来会来这边的路友，有什么要叮咛、要推荐的东西？好像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很还好吗？对，露营会来这边的话，应该都是有要有 sense 啊，哦，有一些基本知道的，对啊，不知道的话就去川中岛。反路的话，因为他们都是有主办单位，然后主办单位有工作人员，其实我们营主就会不开心。你们比较喜欢那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这边也是打算做团路的场地，对不对？大部分应该就是，但是接散客的话，我们就是少上，我们就尽量开放 A P G。他这边还有这个诚实商店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吃东西不用付钱，不是、啊？他跟你说要诚实哦，可是不老实的人。啊，这边有一箱一箱的矿泉水，竟然有电池哎，太贴心了吧！洗碗的菜瓜布，泡面，露营的必备吧。咖啡，哇塞，竟然有咖啡，好不好？有。你看他们的那个挂包叫“叔叔盖棉”，对啊，超可爱的啊。我觉得很地狱。我觉得很低。那这边有卖木头龙眼木，15公斤，其实就是差不多的价格。只剩一箱哦，是不会再补了就对了。一箱哦，要买的赶快来。你看，沙发要长大一点，掉了一颗牙，现在只剩六颗，掉了，准备要掉啊，要准备要掉了，六颗在咬了。哇，这边很多区，几区啊？完全没有要吐而已。C 区要上去耶，你看它这边好大哦，总共可以容纳180丈。可是各位可以看到，它就是一整片，其实都很广。我觉得未来我们有机会可能会参加到某些团路会举办在这边。哦，对。不要每次都老关道啊、大卫营啊，真的就担心。还有什么不远山庄啊、川中岛啊？要川中岛、啊。而且你看这边还有溪流、溪水。小时候可以窝家门前有小河，涓涓溪流，后面有山坡，后面真的有山坡。哎、欸，我们去看一下这山坡好了，夕阳出来了，很漂亮，对啊，感觉很浪漫。你看我儿子在后面，完全不想理他，在哪里？跑上来了。他刚刚很认真在后面吃冰棒。哇塞，这个 view， 这个强迫症患者应该会很开心。很整齐耶，太整齐了，喜欢，很整齐，很舒服啊。蝉哦，叫的有点大声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护草垫都够新啊，然后厕所也很大间，其实都一切都很不错。对，以团路的露营场地来说啦，老实说就是这样。尤其我很喜欢它的泳池，它上面有用那个遮阳的，小朋友玩水也不用怕，就是晒成小黑炭。现在是绿茫茫、绿昂，现在是绿意盎然的一片，绿油油啦。啊，绿油油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松树绿油油，喷，输不起。我刚刚才正要讲，如果真的180兆的话，那个泳池我刚刚想说应该会是塞很满，下水饺。我刚才这样想，我就看到那边是不是也是一个泳池？哦，它这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辽阔到我觉得你在走什么博朗大道之类的。你看那边白白的，是有人就是烧柴，那个木材太湿了。那应该是雾而已吧、哦？是吗？对啊，云。我觉得我闻到了，好像有在烧柴。真假的？别的营区的吗？叫什么？露宿吗？哎、欸，你很幽默呢。你是说我说那个露宿的木头很湿？对啊。哦、原来露宿木头。我的意思是说露宿在，我的意思是解释不清楚啊。我的意思是说露宿离这边只有7分钟。
而且他们的泳池都还有附这个可爱的游泳圈。对，这个游泳圈让我想到我们度蜜月的时候，我有办法把画面调出来。对，它蛮大的，然后又不深。有带小朋友的家长们，请首选 B 区，泳池第一排。会不会想睡午觉之后觉得吵？会，应该会哦。那现在回去再睡，上班再睡。啊？什么？大。什么东西？大。哇！瓜牛哎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刚下雨的时候积起来的水其实蛮快就退掉了，就是它的瞬间雨量下来的时候它吞吐不了，但是后来它排的也算快。突然下一场超级大雨，他们没有伞了，我要去救他们，超大。我们刚刚只是出来上个厕所而已，怎么突然雨下那么大？回不去了，糟糕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大家早安啊！现在七点了，明天还是两点了，但是已经被亮醒了。我今天忘记带那个磁吸的那个遮阳帘。今天天气很好。然后我看下雨已经大部分都慢慢散开了，所以干燥厕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现在要来总结一下这个营区的感受。嗯，对，那今天比较嚣张一点点，在营本部讲感受。首先呢，我会把它归类在一个团露的场地。对对，所以它基本上就跟我们之前去过的可以单飞啊，或者比较小帐包去的那些，我就已经切开一条线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在同一个评分上面讨论。如果在以团露的部分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场地 OK。以团露的部分哦，第一个厕所很大，然后门很实，超大。然后它的水温水压都非常的 nice， 很稳哎。对，很稳，昨天洗了都很舒服。哎，但是我们不很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比较少啊。那如果说大团露很多人在的话，会不会有水温失温的状况啊？我不晓得。但是至少我们在使用上面，我觉得没话讲，很舒服。它的洗手台的分布啊，跟我们去环路的很多看到都差不多，两三张一个洗手台，所以大家的延长线可能也要是比较长一点点。对，我觉得大概15米的会比较比较安全，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可能会在比较近的，你有可能会被分到比较远的。对，我相信哦，如果等到秋天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落雨松啊变黄会很漂亮，因为是整片的。英竹这边呢种了1000多棵的落雨松。那你看哦，到时候就是百花齐放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会很美耶。OK， 我们是大白家，希望我们频道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 FB 还有 IG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大白。我们去收账吧。好烂哦！已经收好了。收好了，因为刚刚一直打雷，然后你看一下那边乌云密布。对，各位。然后远方的山头一直传来，就是轰。
然后一直在打雷，等一下应该也会有一场蛮大的一个阵雨，会一定会，所以干燥撤收，干燥撤收。